那个叫做。大哥，我们先拍吧。等下大家在传了。OK 的啊，包车了。哎，快点快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十点半，58了，差不多。在等。花莲来，开这边开五分钟吧，九分钟。对啊，不用马速喽。我是刚刚有车长来，不好意思呢，7月30号，花莲的干城火车站，站北。那天58分，现在正在等到62到有那了，有点慢。哇，所以那个地方还有人开咖啡馆？有没有？厉害，有猫的啊，有猫啊，那个真的很偏僻。那个后面还在这样跳，有点慢呢。啊，如果下面跟爸正门做个囧的，那我再花点。是电拖的吧？不是柴油。不是电头，那个是电头。如果是柴油的话，那种声音。对啊，那个轰隆隆隆隆隆。啊，朱院长，大家等一下好了。这个这边附近没有平交道，对吧、啊？我说这附近没有平交道啊。对啊。有啊。我这附近，我说我们现在漏眼。哦，对啊，有个平交道。2公里。嗯，对啊，我说我们漏眼，现在漏眼看。哦对，要不然那平交道最好辨识了。对啊，那就是这边有没有耗子啊？对啊，如果耗子也很好辨识。这里要改那个立体式的，然后预算已经通过了。哦，这边要改立体式。就是从这里一直到花莲车站要改成那个所有平交道全部啊。哦，成那个风村也没有了，我听说风村有。风村还有啊，风村不在计划内啊。啊、哦、不，还不在哦。问题是风村应该也要废哦，对，听说不行。风村上面是那个、啊、对，我知道是桥、啊、哦，不能改，再做一个没有、啊、再挖一个地下道，再从下面从它穿过去，这样就分两边嘛，一个应该不这个100多亿啊，你从这一段。